它尾巴是粉红色的耶。对耶。小宝，壁虎怎么叫？进去。啊？要出去哦。出去。出去。出去。是吗？出去。爸爸跟你说壁虎怎么叫好不好？壁虎这样叫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学得很像。壁虎怎么叫？嗯，太棒了。你可以抱我吗？好。等一下哦，你要为什么要抱你？壁虎会咬人吗？不会啊。可以摸吗？哎，你应该摸不到它，因为它跑很快。不要摸它，你看它就好了。它会保护你呢。它会吓到。它会帮我们把家里的蚊子啊全部吃光光呢，所以你要伤害它吗？对呀、啊，它对我们很棒呢。你这样看得到啊？抱我，抱我，抱我。跑掉了啦！哦，好快哦！哇，它躲起来了啦。